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我会食唔同款式嘅海鲜啦，有生蚝、龙虾，仲有日式嘅刺身寿司、串烧同埋玉子烧等等嘅日式食物。好多谢太郎居酒屋 sponsor 我今条嘅影片。太郎居酒屋咧系一间位于喺尖沙咀广东道一边嘅日式居酒屋啦。咁如果呢排大家有兴趣都想食日式嘅居酒屋，想食下刺身寿司啊、串烧啊、饮下酒啊，甚至乎系海鲜，好似呢啲生蚝咁样，都欢迎试食呢间位于喺尖沙咀嘅太郎居酒屋。呢度全部嘢食都睇落好新鲜、好好味。咁我依家要快啲开始试食先。生蚝超好食，
偏见。我自己都推介大家去呢间太郎居酒屋嘅，佢全部食材都好新鲜，尤其是系刺身啊、生蚝呢啲，真系超级好味。今次食唔食呢啲咧，唔系因为太饱食唔落咯，系因为我觉得好好味，想一阵留俾屋企人一齐食。系啦，咁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